做过最大胆的事儿，你居然敢把金主的广告词念反了。文明是每卖四片有一片，你念成了每卖一片有四片。对于艺人来说，应该就是发型乱了就是最大胆的事儿吧？啊，还有什么？我还没做过什么比较大胆的事儿。你敢蹦极吗？我想蹦。你想蹦，但我不知道我上去之后敢不敢蹦。一旦你站到那个小木板上，前面空无一物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是很因为跳伞其实没有那个蹦极害怕，对，跳伞是后边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他帮着你下去，签那个生死书。那是你没有签吗？